今天中午，距离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东南大约330公里处的马荣火山，在沉寂数日之后再度喷发，大量的火山灰和浓烟喷薄而出，遮天蔽日。当局今天将火山的警戒级别从3级提高到了4级，仅次于最高级别5级。马荣火山是位于阿尔拜省黎雅什比市，从本月13号下午开始一度活跃，附近大约有22000名的居民被紧急疏散。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16号曾经发布了公告，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近期暂时不要前往马荣火山景区。